这里见仙儿命丧，恕王，此番同台多受惊恐啊！再不要提起，故此番同台失礼，偶遇则宾，险遭不测，倒叫皇儿与满朝文武悬念了。儿臣罪该万死。皇儿是哪里话来？故此番专祸丞相，回得朝来，满朝文武还要加官进爵。儿臣敢问恕王，此番通台救驾，何人之功？乃是一员英雄骁将啊！哦，乃是一员英雄骁将。恕王，九玉麦地又是何人？也是这员骁将啊！哦，也是这员骁将。恕王，你可记得状元梅之事？这，皇儿，
此乃老王一命，岂能忘怀？明日早朝，命先科状元，吕蒙正为媒。皇儿，你看如何啊？那吕蒙正已随儿臣前来，现在宫外，何不将他选进宫来，共同商议与媒的终身大事啊？好好好，替孤传之，选吕蒙正进宫。领旨，万岁有旨，吕蒙正进宫。领旨。君之婚姻老王命，蒙朕今日所媒人。臣吕蒙朕见驾吾皇万岁。吕爱卿平身。万万岁。谢座。谢座。先爷千岁。天神千千岁，吕爱卿，臣状元公。哎呀，这上位臣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亲家有所不知，老王归天之时留下言语。柴君之的婚姻，须得天子作之，状元为媒。以孤看来，眼前这桩喜事，少不得亲家你为媒的哟！亲家，你往哪里去呀？臣到天伯杨府啊。你到天伯杨府做什么去呀？奉万岁之意，先去做媒呀。孤将军之许配旧家小将与他杨家，何干呐？说王，旧家小将是天伯府的杨禄郎杨延昭啊。是啊，杨延昭就是旧家小将啊。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。儿臣敢问庶王，旧家小将是霍臣之子，那家之后啊？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定
开。错了，错了，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延昭啊！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鲁郎。叔啊，你错了啊！奴才大胆。茶与梅招准杨鲁郎，可称是天作之合。谁知伯叔王又将与梅许配那府定魁，反顺我张冠李戴，将我痛骂了一顿，真真岂有此理！阿天孙去到天伯杨府，退了杨家的亲事。微臣也好去到定山王府做媒呀。你与哪个做媒？伏龙之子伏定魁。哼，像茶与媒乃是凤凰，焉能驾驭那山鸡呀？哎呀，这倒难了。新贵人，臣茶与媒招赘哪个的好？自然招赘杨延昭的好，怎奈万岁将士叫微臣也无可奈何。怎么讲？无可奈何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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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
什么有他天的有许多的啰嗦，快快想条妙计，叫差军知与杨鲁郎成亲的才是。这个，有了。千岁，臣倒有一拙见在此，有何高见？请千岁去到军知宫中问个明白。我问什么？福儿上来。我去见君之，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？不妨有本女担当。怎么又有千岁担待？有我担当。哎呀，微臣实实的不敢呐、你来呀！哎呀，我实实的不敢呐。Thank you.
是才蜀王将我愿问亲与美家一团。叩见县爷。本欲到了。是。启禀郡主，县爷驾到，有请。在哪里？玉妹呀，在广秀。玉妹，请坐。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，来到深宫又何赐教？哎呀呀，不是玉妹提起，我倒忘怀了、啊、恭喜玉妹，贺喜玉妹啊！我西从何来呢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 啊， 难道你忘了不成？你有话请讲，无话就不要失了。玉妹，你我虽非同胞，亲如手足、我为玉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、我呀，我还挨了骂了。小妹，我也不多谢你呀、好了好了好了啊，玉妹，我来问你，此番同台酒驾，何人之故？你问这做什么、我是受人之托，众人之事啊。你既受人之托，何必来问我啊？玉妹，我并不是拿你取笑，此事嘛，我是不得不问呐、你问的是什么？我问的是同台酒驾，何人之故？乃是哪个？乃是乃是，这乃是可是谁呀、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、就算我大惊小怪，是哪一个？是挖桥三关的杨。杨什么？杨延昭。杨延昭，救玉妹的又是何人？晓得你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。玉妹，其中有了缘故，我是不得不问呐、多亏何人？多亏，哎，你好麻烦呐、是不是天伯府的杨禄郎？你既知道，何必多问呢？玉妹，我再来问你，酒驾小将还有哪个？并无别人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蜀王言道，酒驾小将名叫傅丁魁。哦，傅丁魁。啊，他是奉蜀王之命
庶王将你的终身就须赔那府丁魁啊了。气死我也。你把我也骂在其内呀，不要在此虚情假意，快快与我进了出去吧。是杨鲁郎害人不浅，进得南庆宫，东拉西扯就把我拉进来了。这还不算，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呀。是哪位状元？新科状元吕蒙正。哦，吕蒙正。此人足智多谋，何不将他选进宫来，共同商议与妹的终身大事啊？就依皇兄。好，待我唤他前来。哎，我说玉妹，你过来，我问问你，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？哎，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。你骂的不是我，你骂谁呢？是庶王。哈哈，背地里骂皇上，你好大的胆子。哎呀，我一时心急，皇兄不要起奏。我是焉能起奏？我为玉妹的终身大事被庶王骂了一顿，心中有些不服啊。玉妹，你这一骂呀，倒给我出了气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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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，我是不去呀、啊，你倒是走啊。君家君之千岁，平身千岁，赐座，谢座。新贵人，臣状元妹知是何人坐之？哎呀，千岁知道，怎么问起微臣来了？君之问的是你呀！啊，状元公，臣请讲。臣启君之，状元妹之事，乃是万岁所知。招赘的骏马是霍臣之子，那驾之好，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福龙之子，名叫福定坤。你看日后，thank you.
之事，微臣一意尽心。他已知道了啊。哎呀，高才，万岁驾到啊！哎呀，糟了啊，糟了！为了何事啊？郁闷。
呀。用不着去藏耳朵，我不怕险峻。你我藏躲去吧。拉拉扯扯，沉过地洞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所不知，孤王传下了旨意，明日早朝，命新科状元吕蒙真为媒，将儿的终身许配救驾小将。从今以后，了求孤王一桩新事情，不是一夕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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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树王，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，哪家之后？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朕前求儿的乃是杨老令公之子，名叫杨延昭。皇儿呀，救驾的小将军
君子不听背后言。哎，这不算我偷听啊，不算先随偷听，算我偷听也就是了。岂有此理呀！啊，皇兄，既已听见，就该拿过旨意才好。嗯，我已调那养老将军带子上殿，金殿之上别命甄家，别命之后。先随往下讲了。是啊，你讲啊。我都忘了，得了，你替我说吧。皇家之事，微臣不敢多口。什么？皇家之事，你不敢多口？这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？哎呀呀，越发的不敢讲了。啊，状元公，请讲。臣启君之，待登金殿之上，辨明真假之后，君之向真之山之事，当殿奏明。微臣乃是钦此的状元美人，哪怕婚事不成。哎，我说玉妹，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？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吧。小妹，我是不谢啊。你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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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千岁，这亲是微臣，就叫人家谢你呀，亲家呀。Thank you.
王儿。恕王在同台久而吃仙的，可是这员小将？啊，恕王不是这员小将，乃是这员小将。儿啊，仔细地看来。啊，恕王，阵前九儿的是杨延昭，而在宫中侍的也是杨延昭，今日当殿人的还是杨延昭。不对了，在同台九姑持仙的是傅殿魁，故在宫中将的也是傅殿魁，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。啊，万岁，我儿名叫傅殿魁，金瓜锤乃是我儿的兵刃呐。我晓得他叫傅殿魁，故叫你们可闹糊涂了啊。只是杨延昭姑不曾见过啊。启奏万岁，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，那是微臣本当保驾上马，欲领军赶到，臣又勒转马头搭救军旨去了，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。哦，日此时来，胡儿的人马是你杀退的？是微臣杀退的。恳请万岁休听他一派胡言，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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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来慢来，臣请万岁，胡不明傅殿魁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小爱卿，臣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容儿奏。那时万岁被责备，披马单锤陈寻伟，我儿子杀日了则英雷，你我的军旨传了回归。问你哪则头戴身穿？头戴八王盔，身穿王八甲。啊，八王甲是火兵刃。红缨枪。啊，小外卿，那胡儿使的是大刀啊。对，对，那是万岁昏刀，臣一锤将他的刀打掉了。他又换了枪了。我再来问你，那则的相马温日红。这个哪个你治了吧。俺是来清风招坠的，又不是来科考的，你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呀？你臣请万岁傅殿魁言语之误，请万岁明察秋毫，以免铸成大错。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，请恕王定夺。杨延昭，臣你也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。容儿奏。分明叫若离吧。啊，小外卿，那胡儿他叫巴若离哟。哎嘿，我儿的亲事岂了一大半了。
起，万岁不胜罗平地，臣是银枪杀退的，追赶囚车则迎的，大救军去平安回。吃了吧，万岁万川之地起，待今日是微臣我救回来的。要把原行县这救家的事儿马上要我戳穿。女人家爱体面，我说上几句奉臣的话儿来周全。柴郡主的无意令人羡，他一人抵挡虎儿有万千，军旨在阵前把威风显，我怕他一人气力不足杀不完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，好让军旨走开还。军旨此时脱了险，我才随后跑驾。回营堂，是他将真知宝山赠与救驾小将，请恕王圣裁。吕爱卿，臣替孤传旨，哪家有军旨的真知宝山，孤就召他一位军马。林之，哎呀呀，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我，抚养儿家听臣。万岁有旨，哪家有军旨的真知宝山，就召说一位军马，
我这国美人呐、啊，是人善不人人呐、啊。鳌山现在我身难得罪。